管仲要齐桓公以自己的名义召集了宋、燕、魏、郑，又再劝会盟，从此齐桓公成为了天下公认的霸主。嗯，好了，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儿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自己复习吧，我回去一趟拿点东西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你不用急着回来，再见，再见。下这么大雨，还真跑出去玩？尉迟默默，我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这样的克星？你干嘛？尉老师，我的电动车好像忘了锁。我去。干嘛？洗澡呢？尤老师，你把我的行李放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你行李放哪儿了？莫名其妙。谁啊？快递。放门口。谢谢。谁知道现在还有人用编织袋装衣服？你的衣服一时半会干不了，先穿我的。喂，发什么呆？尤老师，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情。别告诉我，我不想听。我和燕旧的相遇，也是这样一个下雨天。真是多嘴，我为什么要问你？一个女孩子分手了，哭出来不丢人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找闺蜜啊。英九跟你在一起，从来就没有开心过。啊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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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同井之外的闺蜜。实在不行。找我也行，陪吃陪喝不在话下。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我先睡了。晚安。